欢迎咱新北市市长，也是咱中国国民党啊总统参选人来到咱大家镇南宫啊，大家咧会使讲透早吼，即个张干事啊，到咱啊大家大安啊外部咱所有里长，啊到咱农会，啊到咱老做事咧社区理事长，啊到咱咧即个志工即个团队咧。啊，大家拢真啊老早来遮咧，啊，伫咧等咱的这个啊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先生，啊，甲咱朱立伦主席，啊，今日咧会使讲咧啊，有咱江启臣啊、严宽恒，搁有咱啊咱廖伟祥啊，咱在地刘登忠，啊，搁有咱的议员余文杰。啊，杨启邦，啊，搁咱后底是咧，啊，咱的领导吼，真多啦吼，就莫去介绍，不管是二零八啊、二零四啊，吼，啊，咱这两边的参干事，尤其咧，啊，上辛苦的就是阮副党的，甲咱这的参干事咧，吼，啊，会使讲透早大概就咧无闲啦吼，啊，而且咧，代表这两边啊，所有的参干事。啊，来欢迎咱这个啊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啊，侯市长莅临本宫啦吼。啊，我想咧啊，咱老早时咧，大家拢知影，咱这个大家嘛，马祖无是和平的属下，所以啊，咱嘛希望讲咧啊，选举时候会当讲咧两岸和平，大家拢平安。好，这些小朋友咧，要做兵咧，免烦恼。我见证，阿廖，好，我们来请候选人吼来甲大家讲话吼。感谢大家，今日门中，南港市长、地副董事长，所有陈干事，今日阿妈做位来朱主席。以及在场江启臣立委、廖伟祥立委，还有严宽能辩论委，还有刘德忠在这些辩论委，以及咱两个议员所有辛苦伫第一线拍拼的里长，各个咱社区发展协会所有志工，所有包括陪我来新北站前的兄弟姊妹。信上大德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顺心，大家好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参选人侯友宜先生，开全体中华贵宾向大家敬礼中提上圣旨，行参酒祈福典礼，典礼开始。主席请就位，请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先生请就位。台湾马祖联谊会英鲁会长、台家镇的江董事长、甘清标先生，台湾马祖
联谊会会长，大家这个叫副董事长戴明坤先生。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先生。立法委员江启臣先生。台中市第二选区立法委员候选人严宽恒先生。第一选区立法委员候选人刘廷正先生。台中市市议员李文杰。台中市市议员杨启邦先生。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席严文正先生。助理委员严文正先生。立法委员候选人廖伟翔先生。开大家这个奖全体感谢书。大家大安外部国立美女请就位。大家这个奖各团队负责人各位长官贵宾全体肃立，头前擂鼓。向天上圣庙大伽玛献花。